心里很清楚哈，我好像被骗了，但是就是说不出那个口，搞的那个什么什么仙丹啊，小小的仙丹给我吃了。多少钱一颗？当时300块钱一颗，我他给我吃了9颗，三九二七七，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好多人买来了，好多人买了，嗯。目前我们已经出章告捷，跟我们之前研判的一样，现场抓捕了6名贩卖假药的诈骗嫌疑人。通过他们的交代，我们判断现场查获的各类中药材以及作案工具可能只是一小部分，甚至可能还有隐藏起来的同伙，所以我立刻带队对嫌疑人交代的制假窝点进行进一步的搜查。这房间是谁居住的？我啊，我。你跟谁？我和。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了。没有啊。有些什么东西里面？一些草药。草药哪里？草药在哪里？草药在这里。这是什么草药啊？不认识。像是艾叶一样的那种。对。你说一下你们那丸子是怎么做的？啊？就是一颗一颗的，大颗的。大颗的什么？乌鸡白凤啊，乌鸡白凤啊。乌鸡白凤丸在哪里来的？药店买的，揪下来。就揪下来。搓匀就可以了。外面还有什么东西没有？我放那个咖喱，那个咖喱。咖喱。对。这是什么？同意。你说。草药。草药。什么草药？不知道，草药保存的。我怎么感觉像那个板材做的这个锯末一样的？是不是、啊？你们锯末会有味道。嗯。你要酒是哪种酒？啊，哪种酒？这种，就是这种酒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讲的药酒，是吧？这是酒，这是高度酒。高度酒，那是什么？泡在那个灵芝里面。二锅头酒，在哪里买的嘛？超市。那你们这个成本也很便捷啊，就地取材都是啊。这个什么？